大家好，我是粘土爸，切！走路地方一定要笑，我们一起去天柱市的美丽看一看，走吧！我来了，奇洛的巧克力，奇洛的巧克力的 outlet。今天呢，2月14号，情人节。还在台湾的话，男生给女生礼物，对不对？在日本的话是反过来。那么我帮你介绍一下，有什么好吃的巧克力吗 ？Go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おすすめはありますか？こちらご覧ください。本来是一包1836，便宜500块钱就 OK 了。我刚刚才发现，我小时候常吃这个5元的那个巧克力。因为5元嘛，一包5元，好便宜，所以小时候常常吃。哎呦，没想到，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包500日币，好便宜哦！开你这里，好，我来了，博物馆。好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下田庄市的历史。1961年的时候的样子是这样子了哈，工作的时候这么辛苦，很厉害吧？好，接下来是山本作兵卫先生的作品，我们想看一下他的作品是，你看，世界记忆遗产呐，很赞，一起去看一下吧。他们喝酒的时候唱歌，这样很开心吧？哈。阿嘎西石炭历史博物馆，来呀！一定来哦！哎，我来了，黑色七号铁道，这里有特别的体验活动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火车我自己开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开车吧，走走走走。啊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哇，哇，真的列车耶！真的吗？哇！念祖大姐特别推荐这个火车，这个列车的名字叫做“コトコト列車”。我们去里面看一看吧。你好，你要喝什么呢？朋友们，一定要来哦！我来了，抵达駅1点火车站，然后我们这边附近逛一逛，走一走，散散步步，好不好？我们吃一点东西，好不好？走走走走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すみません。おすすめは何でしょう？やっぱり唐揚げですね。唐揚げ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そして、おお、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、わ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うわ、好吃、美味しい。皆さん来てくださいよ。わあ。チ
这家店非常出名的是七斤面，是枪崩面了。来来来来，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了，西京面，枪崩面。你们也是来这里吃饭吧？西京面，您土大姐特别推荐。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台湾人最爱，对，乌达吉鳗鱼。但是找不到呢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呀、啊？找不到、哦。どうしたの？小朋友们，あのね、うなぎのお店探してんだけどどこ？ここだよ。うなぎ、イエーイ。ラーメン。です。台湾朋友最爱。来来来，こっち来て、こっち来て。好，那看一下。三。一来呀呼！哇，是不是口水就吐出来？有没有？嗯，柔柔的，很嫩，真的好好吃。嗯，好好吃啊！台湾朋友们，我们的天川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吧？ね、そうですよ、ね、はい、というわけでございまして、ケンチュワン氏、ホワインニーメン、せーの、ホワインニーメン。